我们看例题十八，他说如右图了哈，一个不带电的中空呢金属球哈，外半径是 r， 哦外半径是 r， 金在球壳哈左侧啊，球壳左侧哈，距球心3r的地方，哦这3r的地方放一个那个负电荷。负大 Q， 好，那 A、B、C、D 四点哈，分别在这个球壳上面哈，在那个球壳的金属球的表面呢 ，O 是球心，那 E、F 两点哦 ，E、F 两点距球心是二分之一 r， 若 V、D 哈表 D 点的电位哦 ，V、D 表 D 点的电位啊，那 E。表一点的电场啊，余则略推了啊，则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看 A， 这个 VD 哈，他说大于这个 VD， 我们看啊，VD 跟 VV 哈是等电位的啦，哦这个这是一个球壳嘛，我们假设它有厚度好了，那这个外半径是 r。那这样子的话哈，这里换一个负 Q 的话哈，它会这个感应出哈，这里有正电荷，啊这里有负电荷，使得哈它内部的电场都等于零。那内部的电场等于零的话，所以整个什么呢？球壳包括里面的都是等电位的，所以 A、B、C、D、E、F、O 都是等电位的。所以 A 是错的。好，再我们看的 B， 他说这个 VB 哈等于 VC， 这个对的。哦，这个这两点是等电位的。好，再来我们看哈这个 EC 哈 ，C 他说 EE 哈等于 EF， 这也对了。事实上呢。这里面的电场都等于零，事实上这个会等于零的，所以这也对，哦 ，B、C 两个都对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看呢这个 D 这个选项，它的 V 一等于 VF， 这也对了，哦，里面的电位都相同，所以这也是对的，哦，没有电场，所以电位相同。再来我们看 E。他说这个 VD 哈等于 VB 也对了，哦，这一点的电位跟这个电位一样，这些都等电位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B、C、D